迎回来到 James 007音乐情报员的节目现场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ames， 依旧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最新最前卫的音乐情报。欢迎大家随时 call in 进来点播歌曲。如果说你太害羞不敢 call in 的话，也可以上到 James 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点播。好的，来注意一下前几天朋友们的点播，这一位江同学点播这首《再出发》呢，给他们同届即将从高中。我要买这个，如果你身体还不舒服的话，还可以热敷。喂 ，Peter， 周正，合约的部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。好，我注记。好，我 fax 过去了。拜。怎么了嘛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哥，好痛哦，手要断了啦！你说，很重要的事是什么？计划书你 OK 啦，那是不是时候要进场投资啦？你需要多少？50万。哎，哥，干嘛走啦？我今天去找店面，找设计师装潢，还要进货。哎呦，反正很多事前准备工作要做啦。没有资金，我要怎么？50万太多。哥，40万。好多好多。够了吗？40万嘛。真的办不到。哦，哥，40万啦。坐这。请问一下，是利用上班时间处理的个人私事吗？对不起，又没有关系，只有说一下下而已呀。哎，对啊，又没有关系，反正只有一下下而已嘛。是人偶尔上班的时候都会有点急事啊。周正，你就跟你的女朋友好好把你们的私事处理好，整理好心情之后再来上班吧。哎，小树，小树，他是我妹。啊！我会在你身边。